谢谢，再次感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陈老师，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唱。我们所有的华人朋友们应该也感受到了来自于祖国母亲最美好的祝福。那也要再次感谢所有我们 CNTV 少儿艺术团的小演员们，相信啊，小朋友们一定会在彭妈妈的阳光路上茁壮成长。是，一带一路就是我们的阳光之路。是的，其实啊，对于咱们所有的华人。